混龄时间，巴黎大皇宫 Le Grand Palais de Paris。虽然名字中有皇宫一词，但大皇宫并不是皇家宫殿，是为了迎接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而建造的展馆，一直使用至今。它的对面一路之隔就是巴黎小皇宫，我们在第111集专门介绍过。大皇宫这座辉煌雄伟的建筑长240米，高45米，它的彩绘玻璃和它的独一无二的大堂给巴黎城的风景增添了几分豪华壮丽。世博会结束后，它仍然用于举办各类大型活动和展览。19到20世纪的重要艺术家，像梵高、塞尚、雷诺阿、马蒂斯、达利、毕加索的作品都曾在这里展出过。下一集我们一起到大皇宫里面去看展。混龄时间，法国巴黎。